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呀？我要安装外星能量供应系统。哦，我看到这边一个椅子啊，我帮你引导过去，然后我在你那个主后间把电极贴上去啊。现在我检查一下电路上有没有电送下来，有电的，然后再检查一下有没有给你充电了啊，数字显示了，表示已经充进去了啊，已经安装好了。后面你比平时多喝点水啊，好，有什么情况你再问我啊。行，啊，好，那有就这一样些了。特别的是吧？哎，对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再见，好嘞，谢谢啊。